消音消音，我比较想海豚。哦，他选了 Fox。用什么 Fox？ Fox 我觉得撞到东西。他是撞的吗？撞到攻击。翻 check 吧。看起来是直接打了吧？啊、我第一次看到 Rudy。我 Fox 看过。我知道他有用。阿格斯，他的 Fox 够快，本质很单纯，是很单纯啊，就速度的近距离角色，那有很多操作刀很细，看起来 Fox， 可是我觉得。路易到后面出现的问题应该是在想怎么杀人。对对对，他其实不太知道怎么杀。对，所以这应该是玩火狐比较麻烦。对，就是要一点，可能要想办法做一些套路，到后面可以转到可以杀人套。简单说就是一些可能空 A 的落判打到人，然后冲过去上猛击，类似这一类的。那他空中其实没怎么杀人，就只有空后 A 而已。然后空 A 其实也很短，我觉得打他可能不好打到他。那就觉得他可以一个，像唯一机会就是可能变几，空过去上面就把他打飞，类似这种。其实我也没怎么打球 OK， 可是我玩火我就感觉，就到后面你杀人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会用什么招来杀，因为他的杀招就是那几招，他挡住是 double 的招，然后也没有杀人的时候。哦，漂亮。他的那个，然后我觉得他会再问你再回，会很容易。相对好。哎、欸，哎呀，没有 punch 到啊，因为他斩，所以哦，对对对，他那个时候有打到 up smash 打到，最后没办法招式。好，好，跳。可是他如果靠近到对手的话，是还蛮打力的。是一回要保持很，所以可能打到后面的火狐，如果打到强的火狐都会变得很小心。我打不飞，打不飞。不过看起来 DK 其实不太收拾。朱迪的确认没有。他打到人，他可能会，他可能觉得他没有打到人，可是其实他打到人，不然他其实可以做一些 combo， 然后就是打到人还是用。他是他的坏习惯，确认不到很好，可是这也是火狐很麻烦的地方，他速度太快了。对啊，好处就是对手可能也反应不到，换一种想法是这样。可惜。闪魔，哦，对的好，要开盾，要开盾，不要靠近他，也不要靠近他好了，好危险。哦，哎呀哎呀，可惜，那应该是好像打不到上面。哎呀，会死，哎没有，哎，好吧，乱换，啊，我不知道火纹能不能打到面。打不到能不能打？好，其实。可以 buff 一下我的脸，他的这根本不是正常的。大灯吗？你知道大灯吗？冲下来也，他那你是啊谁的冲下来？他的空下。这样啊，就是那个动作啊，往下甩，反正就是往下，这样用个东西去踩嘛，跟兔王一样。哇！就他没有那哇，先射一枪，哦，没射，我错了，有射。
欸，然后你这样扣扣球，扣扣奖，你的主理还是换成换成我，虽然刚刚好空气。其实练火舞也不是什么坏事，因为我可以练一些很多很细的操作，地又快的操作。对。然后如果你玩上瘾的话，会觉得很，这是我玩的心，完全不想。不是吗？啊？对啊，就是如果你玩玩的爽，会觉得完全不想玩了。我很不喜欢戏，我害不巧，我很不巧，我很不巧。玩罗影，哦，漂亮的酷的空后 A， 而且还短身，天火屋应该是有。好，哎呦，反正压着啊，打不到，靠近了。对啊，我要盾，我也不想，不太想靠近。对的很好，他说他应对，报酬率不高吧？对啊，所以他摸到几下。但是，那他那个盾打不飞就算，还会加条防，他会很痒。对。哇！啊！哎呀，竟然没抓到！现在你还在三命哦。哦，对，还在三命。好，那 punish 不好杀也 OK 啦。对，本来就是吧，我确实是最稳定的 punish。对，会回来，因为反正也是在也是推到外面去，或打到里面。现在用空下。哦，一个前被杀了，前票掉。现在 Rudy 又拉去，其实也不好靠近。其实我现在看到看到闪盾，我都不想靠近他。闪盾级，级的话是看自己趴数。对啊，可通常通常都开那个都是要杀你。哦，啊，其实我可能有时要耗一点时间跟他打。就是这样子，我也不会讲，就是这样子。就要去想想，虽然是理论上最强角色，可是他还是有一些麻烦的地方。对，理论性最强。碰哦，我两下挤的话，我会去跟他打，但伤害不大。人都打很拉锯的，欸，他取消盾了，欸，因为他，欸，他射错边，他知道他的，他知道他用盾的时候，好险，这他取消了，他应该就是用一下而已，然后有这样取消就马上不能用了，是你本来有时候不是划算而已，不是买菜，哦，还会来，啊，这个位置不太好，哦哦，危险，哦，不动。好，三场。问这个问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找一下这个问题。哦。哦。我念叫 AJ， 正常啊。啊，念其实，那样念也不是错的。一口，对啊对啊。好，那进入终点中。终点的话，这样其实反而是对 Wolf 有利。怎么？比较难以去躲他的那个枪。那希尔克是剑脚，他会有时候你在上面的时候，他是可以用一些什么 up kill 之类的。痛的，斩魔是防御力降低。啊。要他冲到五十级，要砍多级？
咚咚，这后摔。换斩，我不敢不靠近他。哎呀哎呀，中了一枪，好多、哦。他可能怕破防子。哦，还不然就是刚好被。可是哪一修？哎呦哎呦，这个有点太急了。刚好往后顶，他想要抓边。会出中。对，我觉得那个就是会杀。哎，他一百多趴吗？看。啊，也许往后顶还有。哎呦！哦，后劫后摔吗？打吗？还没，还没。没有，可惜。哦，哦抓得好、啊，漂亮！被抓了，直接起身。啊！跳，有危险！开回来。现在这个位，这个趴住起。哦，力回的还不错哎，都是没有，刚好都是抓到对手打不到的位置，动。这个要想法切入。哎呀，抓到他最后的空隙。啊，陆迪还是蛮有耐心，他在他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进攻，进攻面嘛。对。哎呦，现在哦，唯优势现在没有了。哎呀，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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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还要跳吗？这还要跳，还回来。好紧张啊，就感觉好回不来的感觉。对，那个很可怕。修克，你在这个他急的时候，然后你在外面是。哎呦哎呦！啊，没中。没有 punish 到。他小枪。哎呦！哇，太远了。听好。啊！快跑！快跑！快后退啊！好，可以前进的，可以前进的，这可以前进，可以前进，可以杀人，可以杀人，可以杀人就是好事。哎，没了，没了。哎呦，换战！那个其实反而没他炸，没他，他怎么那么快给他打？哎呦，哎呦，漂亮的那！好急用的，真的，那根急。哦，直接 combo 直接 combo。现在陆迪要早杀、哎，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哦，好了，效果达到，效果达到，全部人都叫了。哦，刚那个其实应该后摔啦，对，应该后摔，前摔那样子还好，也可以啦，也可以，是错的，不是应该说有达到就好、啊，对啊，还效果有达 到很惨，没有达到就真的不妙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。对，好十一发多很多，哦哟，三十三。物理又选择拉力，挡，要小心，哦、那个，对，然后力回的很，老克打不到位置，对，不能随便，哦哟、哦，怪招，这一个真的是怪招，哦漂亮，滚，然后用枪，啊。好小，现在这，然后直接，还好没用生的，哎呀，有进入黄色模式，哎呀，哎呀，漂亮，被插到，非常非常漂亮，太可恶，恭喜，可以拿下。